Hello，今天我们吃红油肥肠面，还有好利来的冰山熔岩，这个是新品哦。新品是抹茶口味的哦。这个是正品的抹茶熔岩。好好吃。对啊，这巧克力忘记带麦了。嗦肥肠比嗦面还要过瘾。今天肥肠吃个过瘾。软烂弹牙，还会拉丝。给大家表演一个鸡蛋消失术。
什么？一个牙缝都会有属于它的金针菇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终于拍完了我这个金针菇。